个壮观的场面啊！这个场面为了明天你整个跟头王都定了很久的车。飞机来了一次啊！他听那声音的不得了，猴子吓我一跳，我都没有，我都没听见。我们听不懂声音，伸出来他已经知道了。哦，他都站起来了。不好意思，让你站起来了，招牌不到这个。两下子。